亲子要沟通。二 B 要敢说。嘿，观众好，我是李思端。今天我们的问题跟每个人都有相关，人生来就是有性别的，而我们的世界也就是由男女两性所共同组成的。但我们对于性这件事情，谁教导我们呢？学校、社会还是家庭？你真的了解吗？我们今天要了解一下，我们今天这一代了，我们的性教育还有没有问题？在教些什么？跟我们一起挑战这话题的，包括50位目前还是在接受健康教育、性教育课程的同学们，欢迎你们。还有50位的家长们，以为学校都教过的家长们，我们也要看看他们答案什么。当然，也因此，我们今天请到了多达4位的专家，分别代表目前我们国内实施性教育的不同阶段的他们真正的老师，他们真正的经验是如何。我们现在就来看看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们今天要提出来，跟您一起讨论。姓名医学基金会发表学校青少年性教育成果调查，仅有40%的学生满意建教老师教学技巧，65%认为学校性教育课程时数不足，只有20%的学生会与父母师长讨论性话题。燕韩官表示，目前国中课程讨论未婚怀孕，高中职才教导避孕方法，但有些保守家长主张连生殖器官都不要教，到结婚自然就知道。今天我们将走上街头，进行我们的百人大调查，看看国小到高中的性教育到底教的是什么呢？同学，请问一下，学校有教过你们关于什么健康教育的话题？自慰啊！小学的时候，然后我们老师就把保险套给我，然后就当气球吹。国中有一次的时候，我们健教老师就从教室里面走进来，然后放了一根假阳具在桌上，然后拿着保险套叫全班轮流戴看看。是我孙子，还念小学回来跟我们谈很多，来看那个小朋友的 A 片。小朋友的 A 片。有一次我们健教课老师就每个人发一个保险套，然后教我们那个避孕措施吧，然后大家下课就拿去装那个水，然后把它冲到很满，然后就在走廊上面一直打来打去打来打去。信不信由你，今天就来摊开来讲。性教育纳入正式的课程已经将近有40年以上历史的台湾，但真正我们今天的家长知不知道性教育、健康教育？有没有过去学校教的时候，老师真的告诉你是回家自己看的？家长有没有这种经验过？哦哟，这么多啊！我们的老师该打13号。之前就是叫我们回家自己看嘛，也可能课程上那种年代就是这样子，所以现在学校的这些教育方法已经进步很多。那您个人的性知识从哪里来的？学校没教的话？这也没教，然后就一路走来，很自然的形成。然后我真的是讲第一次婚姻。就是结婚的第一天晚上，真的搞了老半天没搞好。结果生了2个，是不是要跟当年的老师要算个账啊？没教好。我们看看14号的家长在你旁边，您的情况是什么？就是说我们学校的教育哈，我是在中山女中上课的。那我的孩子也是在中山女中读书。那他回来的时候跟我讲说，他们我们学校老师有教，护理老师有教身体的构造、两性如何对待，还有如果你滥教的话，你会发生什么后果？他放那个片给你们看，所以我知道我们学校这方面教育不错。很快的，我们从国小的老师来告诉我们，张老师告诉我们，今天国民小学目前教的性教育内容是什么？好的，在国小是有健康教育。国小主要教的就是小孩子的生理发育的一些问题，是吧？对，还有简单的身体的构造。好，接下来我们看看廖老师，你是教国中的，国中又教些什么？因为青少年他们上到国中以后，身体开始转变，那他们对身体的转变可能一半是害怕，一半是好奇，那所以我们主要着重点大概是在生理上转变的情况，还有转变的原因，那甚至移植到之后可能性传染病的防治等等之类的东西。对，那我们大概着重点大概是这样。还有一位高中的陈老师，那到高中会从生理还会到心理，甚至到所谓的社会的层次，所以应该是从生理进去之后慢慢谈心理，谈交往，然后再谈到后面的。好，三位觉得我们目前的无论是在小学、中学或高中，性教育的知识教得够的举手。都认为不够，家长们认为目前我们学校教性教育的教的知识够的举手，也都没有举手。好好，这是个好题目。我现在我们就请教我们今天的两位在场的妈妈哦，
其实我原本以前会觉得说好像性教育只有国中才教，但是我儿子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他有一次带了一大盒的卫生棉回来，他说妈妈我今天得到卫生棉了，我说怎么会得到卫生棉，他说因为我们今天老师有考试考我们青春期，我第一个举手我答对了，所以我得到一盒卫生棉，然后他接着他就问我说你骗我，我说我骗你什么，他说你骗我说精子跟卵子的认识的方式是不对的，因为他小三的时候他曾经问过我说妈咪请问精子跟卵子怎么会碰在一起呢，我想说小三我总不能跟他讲说男女的性器官这种，我就说哦，有一天精子在散步碰到卵子了然后然后呢精子就说 Hello 卵子，卵子说 Hello 精子，然后他们就手牵手一起去看电影就碰面，就到小四他就回来跟我说我老师说精子跟卵子才不是这样见面的我那时候才发现哦，原来现在小学四年级其实有的学校已经在教性教育了，其实你刚才教学方法不错，可以当他小学老师，可能教得蛮生动的也蛮贴切的，很委婉的方式来形容。我们现在是其实你也提到了一本，就是的确目前的中小学的教学方法已经不再只是课本的文字叙述，包括有很多的方式，我当然不知道卫生棉的提供是不是在范围之一了。我们先来看一下很简短的，究竟目前学校里面教的一些除了课本上的文字知识之外，他们还有哪些的影片内容，帮我们来看一看。很快毫无疑问的，现今外界有许多关于性的迷惑与矛盾的讯息。雄性的精子提供所需物质的一半，雌性的卵子则提供另一半。没错，当男人感到性兴奋时，有时候那仅需要一顶帽子掉落的时间，他就会勃起。这叫做树脂保险套，是用树的胶做成的。树脂，这很薄。把它顺着阴茎包上去，这是阴茎的末端，放上保险套后往上卷，让精子留在保险套里，然后把保险套丢掉。如果说呢，我们只用保险套来避免感染性交的疾病，其实啊，这并不是百分之百的有效。子宫内的避孕装置啊，是一种很特别的避孕方法。我们把它放在子宫里，可以避免受精的胚胎在子宫壁着床生长。有些人认为堕胎呢也是一种避孕法，堕胎呢就是终止怀孕，这是最后不得已的选择。安全的性行为就是没有性行为。我们刚刚看到了，就是可以供老师们选择的一些辅助教材的不同的版本。我想问一下王宇杰跟杜宝正，你觉得刚刚这些教学方式给你们有没有留下深刻的教学印象，你觉得怎么样？看吧，好像不是很它不够吧，我觉得不够。要真的来吗？啊，不是，我的意思说其实因为性教育我觉得不只是在于就是说要怎么样，或者只是怎么做保护措施，但是我觉得后果或者说其实性那个到底是什么，我觉得不只是弄得好像是只是一个就是动作这样，我觉得应该要教的更多。像我本身是读护理的，所以以前在学校的时候，老师上的都是也是像很片面的，就是说怎么使用保险套，那也是大概的说精子跟卵子这个部分。那其实你真正学到护理以后，其实我们不是用香蕉，是真的用真的是假阳具，那可能就是老师会比较着重在心理层面。赵老师，现在国中时代，我们是不是在我们刚刚提到了两位朋友提到了保险套的问题？究竟保险套这件事情，我们是在哪个阶段怎么教的？你怎么教的？好的，目前的话，国中的教材部分并没有特别的把保险套的使用方式跟注意事项特别的把它编在课本里头。对，那以我个人来讲，我们目前大概在讲到大概国二、国三讲到性传染病的时候，那讲完它的病因，讲完它的传染途径，还有病原体之类等等的比较属于病理层面的知识的话，我们当然要讲怎么样预防。那预防的时候，我就会使用像刚才宝瞻有提到的，就是假阳具，我会带到班上去直接示范给他们看。对，那甚至有机会的话，我可能如果课程的时间还有余裕，我甚至会考他们要怎么样使用这个保险套。我们请问家长们，你们对于目前这就是我们现在大致的，您了解到了目前我们的性教育在学校推动的方式如何？家长们看法如何？六号家长。学校
这方面的教育还是比较太保守啊。你太保守，你觉得太保守？对，太保守。好，同意他看法的人还哪几位？觉得太保守？你刚刚看到这些教育太保守，哎呀，怎么都是爸爸？十一号，你觉得为什么太保守？我觉得学校的教育还是比较保守的一点。那除了性教育，除了器官以外，最主要的还是在于观念以及心理层面的这个教育，在学校的一些教导上面缺少了。嗯哼，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有必须要改进的地方。十一号，我知道您有一位亲人也在我们现场，是不是？是爸爸，是你的女儿是吧？是。爸爸说教的还不够，你同意吗？我觉得学校在国中教的还蛮深，就是还蛮深入的。够了，你觉得教的够了？对。可能爸爸也去上一上，他觉得不够。他可以跟我一起去上一上。你可以上一上。我想请教我们的高理事长，让我们很简单了解一下，我们在这边看待了这些，究竟目前这是不是就是我们典型的健康教育的课程或者性教育课程，大概就这样子教的？我想这个都只是在课纲里面可能有规范到一些啦，但是事实上真正的性教育不是教生殖器官的教育，性教育是一个爱的教育，它教导什么是健康的亲密关系，因为你要谈到健康亲密关系，不得不去谈到性，也就是生理层面的性。所以基本上目前我们的性教育的学校的教学方式，比起30年前应该是进步也开放一些了吧？我看它的进步不是在身体的开放，是思想的开放，也就我刚才讲到，我们终于找到什么是性教育，好，绝对不是停留在以前那个生活。好，我们现在就是像现在家长，刚刚有家长觉得说我们教的太少、太保守，我就问一个很简直接了当，请你们来作答，请思考我们的题目，很简单。您曾经自己来教过小朋友、您家的子女有关于性教育这件事情的，请作答。50位当中只有18位自己教过，44号观众在哪里？你有没有跟小朋友教过？我严格说是没有，没有。但是在小的时候，我有试着告诉他男生跟女生什么不同。但是我觉得学校教育，我认为是非常好。因为我的孩子在小学的时候，有一天他回来告诉我，他说：“妈妈，你一定是 MC 来了。”我什么东西啊？我说，他就讲，他说：“你今天脾气不好，你怎么样怎么样？”反正老师叫。因为我上班回来很累，有时候脾气真的是不好，他会把老师教的那一套全部用到我身上来做实验。所以我认为学校教的应该是 OK。 然后在大学的时候，我是偶然发现的，我有一天到他书柜去整理东西嘛，我看看他到底在看一些什么书，我发现他有那个我们卫生所发的那种，就是这一类的教育的书，我才知道，我不晓得卫生所有这么多书。我从他的书架最下面一层，我说这什么书啊，翻来看看，哦，原来我就晓得他懂了很多东西。有一次我不知道怎么聊天聊到，他说：“妈妈，我们知道的可能比你还多。”我也很肯定，所以谢谢。很多人负起了爸妈的责任，不过我们还是要问一下同学，虽然我们只有半数的家长是曾经跟家子女讨论过性教育这个问题，我们就问我们的同学们，也请你们作答，请问您在学校有上完课之后回家有跟父母亲讨论的，请作答。王宇杰的性知识，妈妈竟然不敢教。王宇杰也跟妈妈讨论过吗？没有，其实我有试图跟他聊，但是每一次妈妈就说：“我告诉你，我给你一个电话，是我朋友，你直接问他。”这是哪位朋友啊？其实我给他是接来电的电话。王宇杰的性启蒙老师，竟然是一代妖精吹台精。我们就问我们的同学们，也请你们作答，请问您在学校有上完课之后回家有跟父母亲讨论的，请作答。哇，因为我们家长的数目还更少，王宇杰有跟妈妈讨论过吗？没有，其实我有试图跟他聊，但是每一次妈妈就说：“我告诉你，我给你一个电话，是我朋友，你直接问他。”我试着要跟他讲，可是我实在讲不出口。我们那年代的实在是……那是哪位朋友啊？天天接你的这类电话。那以前因为他第一次，他你不会给他104吧？
没有，其实我给他是崔台平老师的电话。这回你打了吗？有打，因为其实台青阿姨是一个很聪明的女人，然后她教什么东西，她我觉得她都教得很好。她真的教你了？她有教。其实当时我问的问题是有一点，我是问为了那个，当时是为了拍戏，因为我国语不好，所以我就问了她两个字，然后妈妈不知道怎么回答。没关系，你把那两字讲出来好了。啊，自慰是什么？自慰。所以当时妈妈不知道如何启齿。对。所以你把电话号码，崔台青的号码给她了。崔台英告诉你什么？他说就是让自己满足自己。他有没有听过说你妈妈怎么把这种事叫我来回答？不会，他其实他还蛮好的，就是他提供就是说，因为当时我是为了角色要演，他还给我就是参考的电影，就是他用英文来告诉我，就是意思就是自己满足自己。那他说就是你如果想要很详细的，有些片子就叫我去租，所以最后我有去租回来看这样子。他的教育方式你觉得如何？我觉得很好，因为我觉得其实当孩子问父母讲性的部分，表示他真的很好奇。我觉得父母一定要去讲，因为不讲他问朋友的话。显然崔台青阿姨比你妈妈这方面称职多一点。对，但是太惭愧了，但是不太可能每个人身边都有崔台青阿姨。我觉得我们做父母也该上课。父母也该上课。所以我先问十六号的同学啊，其实因为国小的时候我有一个同学她就已经怀孕了，所以那时候她一怀孕，对，然后我就对国小，而且她就是有性行为，她会就是跟大家说，她可能觉得这是值得炫耀的事情，对，所以其实已经到传到老师耳边了，然后一直到最后就是怀孕，然后我们大家都很惊讶，我回去就跟我妈妈说，对，她就跟我说，就是女生到有第二性征，而且就是包括 MC 来的时候，就表示有可能你跟男生太过亲密，包括就进一步的时候，就是会怀孕，对，要非常非常的注意，对。六号，我们有六号在场吗？我高中的时候啊，就是会看那个老师有放生产的影片，然后是国外那种，然后就是大概有六个妈妈的生产状况。有六个妈妈的生产状况，然后就是我看到之后有他们在打麻醉针啊，然后把针就是戳进你的脊髓，然后是那种像直尺那种很15公分那么长戳进去，我就觉得很痛。然后就是我就跟我爸说：“哎，爸，我以后不要生小孩，不然要生的话，我就找代理孕母帮我生就好了。”爸爸怎么回答你？然后我爸说：“好啊，随便你啊，反正你开心就好了。”就爸爸没有很认真的跟你谈这个事情。他会很认真跟我谈，只是他还是觉得说。女儿开心最重要，对。十三号的同学呢？是，我记得是国中，因为国中的时候，我健康老师他，我觉得他非常的有趣，因为他教我们，他是直接放 A 片，然后是静音的，然后隔壁班都一直想进来看，静音。然后就是他可能教四个班啊，然后听说每一班的片子都不一样。然后老师还有说，还有特别挑过，就是会符合正常情况下会发生。这位老师的教学方式，你回去有跟你爸爸讲吗？然后我就跟爸爸妈妈说，老师在家里放 A 片给，在学校放 A 片给我们看。妈妈，你听到的时候，你觉得老师用这种方式，你赞成吗？我是很赞成。那可是基本上呢，我是言行思想都很 open， 也很符合现在的潮流，但是我的行动。绝对100%禁止我女儿，不能做。现场家长赞成老师用这么直接的教材来教导你的子女关于性教育的，请举手。好，我问一下我们的在场的四位老师，现在学校是准许用这种方式，或你个人认同赞成这种方式吗？我是觉得了哈，学生现在得到这方面的资源，他非常的多。那老师如果要用这样的话，他怎么切入是蛮重要的。就我自己举一个例子来说哈，我放生产的袋子哈，那我可能挑从产前就开始，那可能学生看到后面的时候会发现说啊生产很痛，或者他刚刚有小朋友会反映说啊我是将来不要生找代理孕母这样的想法，可是老师可以在课堂上跟讨论之后会把学生转一个说啊你也是这样被生出来的，每一个人都是妈妈这么痛生出来的啊，自然而然会把那个生产的议题带到说他跟妈妈之间的连结，跟家里之间的连结。所以其实以影片教学这件事情来说，它其实还能蛮是能让学生的关注力
会比教授法单独要好很多。性教育学会的态度是什么？我想这个 A 片绝对不是好的性教育教材，因为 A 片里面所描写的绝对不是健康的亲密关系。据说算是他经过老师的挑选哦，还是不宜。为什么？那性是一个隐私，它是一个 privacy。那 A 片你如果公开用在课堂上放，它是有违法的问题，那公然猥亵嘛。我想 A 片是有违片，它就是给成年人，而且在私密空间里面看。好，既然我们听到老师的看法，我请到同学们，你们除了学校的教材之外，你们会不会去自己找其他的途径来了解自己？有没有人？十一号。你用什么方式去了解更多？因为我很好奇课本上面的透视图，然后就会自己回家拿镜子看。你就自己回家去研究你自己的身体？对。老师们，其实这个是不是一个健康的一个方式？可以，这是可以的。对，因为他自己看自己的嘛。他不能看别人的。OK， 我没有问那个。三十四号同学，就像我之前啊，我很好奇什么是同性恋啊，就我去问我妈居然说，哦，那是艾滋病啊，然后呢，或是杂交这样子啊，我想说，真的是这样子吗？我很好奇，真的。然后后来我一上网之后，我发现跟我妈讲不一样。我想告诉你们，艾滋病其实就是并不是说是并不是同性恋，真的。我觉得学校还是对这个性教育还是太过于保守。我个人工作还有进修的机会到美国、英国哈，我看他们这种教育啊，这个家长啊，都比较开放。所以刚刚我们这个性教育机会谈到这个 A 片啊，放了不宜，那是不合法。可是不合法不代表合理。那可能是我们法律上的问题。应该是把它合理化，让它生活化。毕竟这个性生活是性教育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啊，我觉得还是太保守了。你赞成 A 片合法？如果能够合法哈，是最好啊，因为你不合法，他也在看。我想说，他有用教育的方式去教导，而说我们过去。我们那个年代都是侧面读，刚才那个同学嘛，那个是不能满足同学对性的好奇嘛，所以我们现在的性教育当然不会像过去那样子，因为孩子好奇的就是到底成年人的性爱是怎么样，所以我们当然要跟孩子讲清楚，所以我们在谈什么叫亲密关系，那我们就跟孩子讲清楚了。那我觉得说 A 片它的功能不是作为教育教材，你讲说 A 片是性爱的武侠片，哦，所以我想是不宜啦，哎。你还要回应吗？回应一下了。好，我刚有强调说那个 A 片哈，虽然它是武侠片，可是我们可以把它用一种教材教育把它套进去来做，我觉得这样才比较健康一点。我觉得你谈到问题症结，你主张赞成的是教育性的 A 片。对，好。但的那个，我觉得目前很少人看得到。对对对对，也许还没生产出来。对对对。好，十二号的家长。我觉得在这一部分，学校其实教的对孩子来说教的越清楚是越好的，因为其实在观念的沟通方面，我觉得这方面是真的非常非常重要。就比方说以我们现在的心流感来说，政府会不断的在媒体的动态上面讲说，哎，你要勤洗手，你要戴口罩，或是各方面。那我觉得在性关系这一方面，其实也是一样，因为其实正常的性行为它是非常圣洁的。那不应该是因为孩子的懵懂无知，那去误闯了那块禁地之后，那再产生一些不好的后果。所以我觉得，在这一部分的话，学校跟家长，就是在家庭关系这一方面，其实是各占50%。对，所以孩子这一方面是需要被沟通的。我以这样子来讲的话，就是说我们刚以这样，他们刚强调我们所谓的情谊的部分，还有就是所谓的社会礼仪的部分。那因为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在国中教导除了生理之外，这一块也是我们非常在乎的一个地方。因为我们不会言说以小孩子目前他们资讯能力的所能够涵盖到的范围，他们绝对能够在上课之前就已经可以查到非常非常多资料。但是那也相对的，我们不能够排除说网络上其实也有不少的假专业，他讲的东西是有落差的。那我们可能变成是先把一个基本的主观的概念给他们，就是说你今天你喜欢他，你说我喜欢你，所以我要跟你在一起，我要跟你发生亲密关系。可是因为这样子你搞出了，我们讲说用他们的讲法是搞出一条人命以后，那这时候你需要面对的责任，还有对方需要承担的这些东西，这是你要给他的吗？这是喜欢他的应该做的事情吗？
那因为这样的话，那你需要注意些什么？你需要在意些什么？那这些是我们给予要教给孩子的他。好，我们听到了家长跟老师看法，我们再问一下同学们好了。同学们，我想请你们作答，你认为在学校的性教育课程中能够学到你所需要的性知识的，请作答。37位同学觉得他们学到了，我们请用其中一位14号同学。像我在学校的时候有上过一堂通识课，然后它是电影文学，然后它就是有放一些就是比较类似镜片的影片给我们看，所以会让我们知道说其实性有很多种，像是它可能会播放一些性暴力或是性虐待的影片，然后这个我觉得可以让我们去反思，就是应该如何从事正确的性行为。11号的同学。你呢？因为他们有给我们看影片，就他们给我们看的影片是有一点恶心，是那种堕胎的，就是看了之后我就会觉得我不想要成为里面的女主角，所以我会更懂得更加保护自己，然后做好一些防备的措施。所以这些教材也达到了一些效果。对。还没哪位在学校中间？我们刚刚有一半的同学认为学校里面似乎你还没有学到的，那另外一半的同学有没有愿意交接？9号，像是最近的话，大家在上课，老师会讲，然后堕胎的方面的话，我们也有看过影片，然后可是可能是因为那是外国的片子，所以可能真的太血腥了。他是尽量限制我们，想说，因为可能有些人他先播的影片应该就是说他想要。然后接下来就是做完之后，你们觉得课程应该怎么教你？如果谈堕胎，你学到应该怎么教你？循序渐进的话是非常好的一个方法，但是有时候可能会过头，或者说太过于处于某个阶段的话，我们其他的阶段反而会不知道要干嘛。我不知道，我觉得我之前在美国一个基督教学校，我觉得他有教的课是就是 sex education， 他有教男生跟女生，比方说男生怎么尊重女生，然后就比方说有播生小孩的片段，那就会告诉你其实女生其实很辛苦，他就教了好多，包括比方说怎么体贴老婆，比方说女生永远呢就是老公要去拿冰淇淋或干嘛，然后问老婆你要不要吃，女生永远都说不要，因为减肥，但是男生每一次拿了呢，一定老婆会说我可以吃一口吗？那以男生的个性就是问你为什么刚刚就是说要，我问你你就说不要，就开始吵架。他说你呢以后不要问你老婆，你就直接多拿几个汤匙，然后老婆要的时候你也会很乐意的给她，就是很简单的生活方式。我觉得怎么男生怎么样尊重女生，然后女生怎么尊重自己，我觉得这个教育是跟一般的就是避孕啊或者这个对也很重要。我想请杨院同学举手表示，请告诉我们你们学校老师除了在这个性教育方面除了教导一些生理知识之外，有教导你们男女两性的交往这方面彼此尊重的这方面有老师来教你们的，请举手。好，我们老师似乎也做到了不少这方面的事情。那我再问一下，你们觉得目前性教育的这些如果还知识不足的话，是出自于教材的不足还是老师的教学方法？因为有时候老师啊自己就是都很害羞，然后也不敢讲。老师怎么害羞法？你告诉我。就是在教些什么气话，他就是很快带过，然后就不敢多说，然后我们问他他也就是很不好意思讲，然后自己在那边很避暑。我们就现场调查一下同学们，请有作答的方式，你认为你在学校里面教的性教育的老师他的太害羞而让你的学习工作受到困难的，请你作答。有17位同学认为老师太害羞，这其中当中10号，我来问一下10号，你是按是和否？我按否。我们老师还蛮开放的，就他教我们男生 DIY 的时候，就是说什么子弹上膛上够了，子弹自然会出来。对，很生动啊。像我们老师的话，他就是可能上课，然后就像我们用念课文的方式，然后可能稍微的讲解一下那个性器官的图，然后就结束这样子。就可能他会，因为我们老师也是女老师，所以他我觉得他可能也是太害羞吧。
我国中遇到的老师，他就是他就是像刚刚大家讲的状况是女生，然后什么都是逐字带过这样。可是我觉得老师如果自己就是太保守不敢讲的话，反而会造成就是同学们之间课后一个非常热烈讨论的一个盛况。讨论老师那么害羞？讨论就是那老师不肯透露的部分，那到底是怎么样一个进行的方式呢？就是老师越遮遮掩掩，反而更引起你们的兴趣了。对，没错。所以老师的态度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对，我想请教王宇杰杜老师，你们的经验里面，老师是不是台湾的老师太害羞对这个事情的教学？其实像我们台湾老师，其实我觉得城乡差距也有问，就是关系。像可能在都市的、啊、老师可能会因为教法的关系会比较新，像因为本身我念书的地方是比在高雄南部的地方，但老师都会很害羞，而且我们还会男女分开班去教这样子的课程。那其实我觉得。像我会卡在是像我跟妈妈之间，可能就不会去讲这些事情。可是我有一个很小的妹妹，她的小六，所以从小几乎她的性知识跟都是我灌输她的。但是因为我是学本身是学护理，所以我会告诉她说怎么样是做，不要去害羞，不要去害怕这个东西，因为有问题就问。我想请教王宇杰，你的经验老师是怎么一个教法？因为我其实我的性教育是我国中在印尼，高中在美国。那我觉得印尼还是比较保守。那当时我国中吧，也是比较小，所以其实老师只是告诉你就是女生的构造，然后是大概就是只是图画这样子。那在美国才是真的学到的比较多比较深。我们现场就有四位老师，要不要接受一下挑战？你们的挑战态度怎么样？各位，我们想请我们的校长开始。我们的老师教这方面有态度上的问题吗？有过于害羞的问题吗？这样子会造成什么？我想说性教育怎么教比教什么还重。我承认说目前在教老师可能还是有少部几位老师他对性教育的观念还是不清楚。你教这门课的话，如果你教的话，你觉得你最大的尺度可以到什么？我最大的尺度到什么？第一个，他绝对，如果比如刚才那个同学问说老师不回答，我有可能有一种同学想要去挑战老师，问老师你昨天有没有跟你老婆性行做爱？对。那如果我会跟他讲说，同学们，性是一个隐私，就像老师不能问你昨天有没有自慰一样。这个就让孩子学习到满不满意？学习到尊重，学习到尊重。你这样听到高某一两位老师这种教学方法，符不符合你的期待？我还是觉得比较。于浩然对儿子的另类性知识教学，我女儿就问我说：“妈咪，为什么爸爸妈妈要脱光抱在一起？”我就在想说，如果说我现在这么早就去告诉他性教育，会不会太早了点？我只好又用卡通的方式告诉他说：“因为他们家没有冷气。”我有可能有一种同学想要去挑战老师，问老师你昨天有没有跟你老婆性行做爱？对。那如果我会跟他讲说，同学们，性是一个隐私，就像老师不能问你昨天有没有自慰一样。这个就让孩子学习到。校长回答满不满意？学习到尊重。学习到尊重。高校长，你这样听到高某一两位老师这种教学方法，符不符合你的期待？我还是觉得比较保守一点，还是保守。我真是服了你。我们千万不要给我们这个国家的一些法律规范到哈，那个不合法真的是不代表合理的，我们要追求合理。对，爸爸，你有什么障碍？没有，我很健康，我非常健康。廖老师，你是国中老师。你有没有听到这类家长的他们的一声呼声，觉得你应该更开放一点，教的更多一点？你有没有这种经验，或听过你的同业有这种经验？老师可以教更多这方面，家长的回应是什么？好的，目前以我自己的教学经验里面来看的话，我比较少碰到像六号家长这样这么很少观念先进的。对，你有没有碰过？我的同事曾经碰过一个，他是说。老师啊，那个我的小孩子现在进到青春期，对，那他搞不好会自慰，那你可不可以在课堂上教他怎么自慰？对，那我的同事当场傻眼，对，那
可是 也相对的，这个会反映到一个问题，是在于说，其实我们今天我们在讨论说，哎，学校该不该教，该教什么尺度，那家长该不该教，这样应该要教哪些部分？那我在教的时候，我常常会跟学生讲说，我这堂课你想问什么就问，但是问的时候，请你不要用开玩笑的方式在问，因为一旦你问这样的一个问题，他没错，它是我们生理的问题，它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它对我们非常重要。可是你开玩笑现在问的时候，我们这堂课会变得很脏。因为要玩笑，一定要好玩又要好笑，不好笑的时候它就是脏。我想问廖老师，就是男生是不是一种就是用下半身思考的动物？其实，这有点像大学论文了。好 ，OK， 那我以比较简单快速的方式来解释，这样好。我们讲，我们都晓得说，男女生进到青春期以后，彼此身体里面会有男性荷尔蒙跟女性荷尔蒙。那男性荷尔蒙跟女性荷尔蒙，他们造成对身体上面还有想法上面的观念，它是会有落差的。那我们不会言，以目前的状况来讲，男生们他们很容易会因为一时的冲动，好，他特别想要什么而去做出一些比较失控的行为，这我们不否认，但是绝对不是完全靠下半身思考，对，我们也是有上半身的。对，大家好。好，想我们看看我们的家长们，他还觉得我们今天学校有这些老师来做性教育，您有没有信心？请大家举手一下。有信心的，我的家长们。那同学们呢？同学们，我就要问一下了，你认为在性教育上的问题上，你的父母亲都选择去逃避而没有回答的，逃避哦，父母亲不选择来回答你这方面问题的，请作答。我们听听学生们他们认为是家长如何逃避。十二号的同学，因为我一开始就是有看到那个在学校看到影片的时候是国小二年级的时候，就是真的年纪很小也不懂，然后回去问爸妈，就是生产过程跟两性还有堕胎都有，然后就会一样，就是跟刚刚前面有位同学说的一样，就会跟妈妈说，生小孩原来这么恐怖，就会不敢生，然后。就可是我妈妈她是选择逃避，但是她会讲得比较婉转，她会跟我说，虽然很痛，可是当你看到小朋友的时候，其实妈妈心里是感动的。对，然后就是以这种方式逃避，她都会一直跟我说，就是最好是在结婚前都不要有性行为，就是不可以。所以当我就是真的有开始接触的时候，每次结束我都会。有罪恶感，就会觉得对不起妈妈。十三号的同学，我想今天你的妈妈在这边碰到这些问题的时候，你觉得作为女儿，你期待父母亲怎么来回答你？谈到性的问题的时候，我通常跟我妈谈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她也是以就是结婚后你就会知道了。那个晚上你什么都明白，就是他都这样子告诉我，然后我就去问爸爸，对，然后爸爸就会，爸爸会比较以就是开放的方式，就是跟我说，然后他就会一直强调说好好保护自己，对。所以我同样问题，我跟同样同学，今天问题好像害羞的不仅是老师的问题，好像害羞的是爸爸妈妈们，啊。爸爸妈妈们有没有什么责任？其实我觉得父母亲真的很难为，像刚刚那十二号。的同学说，他小学二年级的时候问妈妈，因为我觉得有时候你要一个父母亲面对一个小学二年级的小孩，要跟他谈论这些问题，是真的不知道怎么样谈起。像我女儿今年小学一年级，她上礼拜就借了一本这个书回来，然后我就想说，哎，小学一年级就借这个书，然后她就翻开里面有一张是爸爸妈妈脱光光抱在一起。然后我女儿就问我说：“妈咪，为什么爸爸妈妈要脱光抱在一起？”我就在想说，如果说我现在这么早就去告诉她性教育，会不会太早了点？我只好又用卡通的方式告诉她说：“因为他们家没有冷气。”她听了，她
就说哦，是因为没有冷气。那你跟爸爸为什么没有脱光光？我说因为我们家有冷气啊。我觉得有时候父母亲会很希望能够教育他们正常的性教育，可是针对不同的年龄层，我觉得父母亲是真的很难为。夏瑶，对，其实雨洁应该现在都够成熟。你是因为逃避的妈妈嘛？对，其实我到现在还是，但是其实我一直哦，我现在能给他就是说。妈妈，我做的角色就是在心理层面指导你。我觉得我永远是你的朋友，你有任何困难的时候，随时到我这边。那是我，这母亲好像听起来像迟来的忏悔了。对，十一号爸爸，你觉得家长在这个新时代的性教育中应该担负起什么角色？新时代的性教育，我觉得每一个家长都要做更深入的学习。小孩子本身没有问题，小孩子就像一张白纸，那事实上都是家长所提供的资讯以及知识的不足，所以以往我把我女儿教导我女儿的这个责任丢给妈妈，现在我觉得不行了，因为我当父亲，我也必须把我当一个父亲，一个男孩子的一些观念以及一些心理上的想法，能够很真实的跟我女儿分享，让她能够体会到，其实彼此之间男女之间的性，不是只有性的动作而已，事实上是爱的升华。所以我自己也是在学习，也是在慢慢的跟我女儿做这方面的沟通。好，我们今天看到了一群准备要补修性教育学分的爸爸妈妈啊，也许给你们机会还有机会。不过我想大家都看到了很多困难，但也了解了这个问题绝对不是学生单方面的问题，还包括了家庭，也包括了老师们。不过还有一个问题，我们不能否认，太多的年轻人目前受到的是太多泛滥的资讯的影响。我想请教大家的家长们。跟同学们一起来回答这个问题，请问您现在的媒体以及特别是很多的资讯，也让我们目前的性教育的推动工作越来感到越困难的，请回答。连学生自己都觉得困难。好，六号同学，来你的问题，坦然说出你的看法。因为我觉得就是现在你知识，你现在网络很充足啊，然后又可以很容易，像我们大家以前可能看 A 片用电脑看嘛，你现在连看 A 片都不用电脑看，现在你 MP4 那种 PSP 那种东西荧幕又很大，你可以直接在学校跟大家分享了。可是问题是说你有些资讯你现在资讯获得多，可是又不一定正确的。而且其实现在很多家长他们常常会怪就是老师说什么哦你都没有教好性教育什么，可是换个角度想，你们自己也不敢跟小孩讲啊，然后要干嘛要求老师？就是要求老师就是这么多，人家也只是赚辛苦钱，也没有必要这个样子，不然你自己来教就好了啦。而且像很多家长都只会就是教你说什么，像他们有些他们那种比较传统的，因为就是受亚洲文化影响太深了，你这样。而且我们看现在刚他最早一开始放的影片，看那都多久以前的影片，那个都穿那个什么样子，然后都民国几年前的影片，不然就是老师上课也只会就是放可能用美国一些那种比较先进国家的影片，你台湾自己都没有这个资源啊。所以你的问题就是你觉得从外面你可以学的比学校跟家长来的多是吧？我觉得外面获得资讯是很多，可是太杂了，而且老师。你上课听老师讲没有错，可是老师又讲的很少，因为你毕竟你真正会想要上课听老师一定是少数嘛，大家去都只是混时间，不然就是睡觉啊。然后呢，顶多就是老师。最后一点时间让老师来回答问题。我们请的浩然，你看到你们的小孩子，你有没有看到他目前在资讯世界的交往？其实我儿子，我知道目前绝大部分学校的老师是真的不愿意讲性教育，因为我儿子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曾经带他去看电影，然后里面有男女主角要亲热的画面，我就跟我儿子说头低下来，我儿子就说神经啊，我早就知道了。我说你知道是老师有教吗？他说我们老师没有教。我说那你怎么会懂？他说我们班上每个人的手机都有。难道男生真的是下半身思考的动物吗？我教过的学生开学之后他来找我很紧张，然后说女朋友怀孕的事，他说那个手伸不到，因为在床铺的那一边拿不到保险套。我们请教浩然，你看到你们的小孩子，你有没有看到他目前在资讯世界的交往？
其实我儿子，我知道目前绝大部分学校的老师是真的不愿意讲性教育，嗯，因为我儿子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曾经带他去看电影，然后里面有男女主角要亲热的画面，我就跟我儿子说头低下来，我儿子就说神经啊，我早就知道了。我说你知道是老师有教吗？他说我们老师没有教。我说那你怎么会懂？他说我们班上每个人的手机都有 A 片。然后手机可以传来传去，我那时候才想说完蛋了怎么办？因为他们得到的性教育不是经由学校老师，而是经由一些网络或是影片或是书籍。那个小学的校长该检讨一下了。啊，真的是。用小学生来看这个问题。我想最后一点时间，我们告诉我们的老师们，今天听完这么多讨论之后，您看到了一群家长们，也看到了同学们，真的学校的今后的性教育也好，健康教育也好，各位的建议是什么？该怎么来推动更多？我想今天非常高兴，因为任何一个教育要成功，一定是要学校、家庭跟社会一起来。那性在过去中国传统社会里面就是一个比较不被谈论的东西。那我想随着整个社会来开放，大家对什么叫性教育越来越了解。我想今天大家了解到，哦，原来性教育是个爱的教育，它叫健康的亲密关系。我想这样一个了解，大家就愿意真的去教它，因为这关系我们下一代，希望下一代都能够也越健康的去谈，我想下一代会更健康。张老师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啊，我觉得老师要关心，嗯，那家长要教育，就是说多跟你的孩子沟通，嗯，那社会上呢是有很多各种不同的状况发生，就刚刚同学们都说网络上什么地方都看得到，可是这个可能跟你的家庭教育有很大的关系。如果从小父母有教着孩子说两性之间应该是尊重，应该是互相的关怀，那你如果从尊重关怀跟人的品德或者品性跟你的日常生活来讲的话，这种事情就可以减少。因为真的是网络的社会，现在先进的科技真的是防不胜防，嗯，我们真的是无能为力。谢谢。但是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好好的去想一想自己应该负什么样的责任跟关心。谢谢。我想今天除了我们六号家长，您还要补充吗？如果要补充，我还是觉得我要讲什么，大概逍遥小姐，我的电话会给你，给你啊！我还有对面是一位老师的电话。我想除了我们家长还要再吸收新的教育之外，还有同学们，特别是我觉得是老师啊。如果说我们老师这个知识这方面不够啊，或者是在态度上不够开放啊，会造成我们这个同学啊，很多那种性是太开放了啊，那观念不够开放，那行为太开放啊。如果你们以后上课不好意思讲，聘请我去讲。老师，其实网络资源很多，我也很希望学生能够去了解，说有一些东西真的是不对的。我讲一个很简单的，女生到现在还有很多人认为经痛我要先吃巧克力啊，或者是安全期的算法是错的，那资料来源都是网络。所以我也很希望你们了解说真的东西很多，但是能够去找一个正确的东西，不会的话愿意去问老师也是蛮好的。那最后再来就是，其实老师教的再多，学生都知道的很清楚，我觉得他还是会有问题产生的。我就讲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好了，我就碰过我教过的学生，他在放暑假之前，我才上完这个课，放完暑假过开学之后，他来找我很紧张，然后说女朋友怀孕的事，然后我说那有没有跟爸爸妈妈谈？他说都没有。那我就说啊，我不是才上完，他就讲了三个字，他说太远了。我说什么叫太远了？他说那个手伸不到，因为在床铺的那一边是拿不到保险套。所以那个是不是说那卖保险套的餐那个店太远了，是放的位置。所以这个现象让我体会到说，他们是一个人在有的时候那个冲动下去的时候，他有的时候他我们即使教的太多，他并不是不知道说哎要用保险套，堕胎是危险的，或者是不尊重等等。那我们接受他这样子，让他感觉说不管是老师还是家里都是你还是可以亲近的资源的时候，他愿意接受，那也许我们发生的超过我们期望的状况会稍微少一点点。那谢谢。谢谢今天老师加入，也谢谢各位同学的加入，还有谢谢我们的家长，谢谢各位。来，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谢谢赖老师，谢谢谢谢。